希望大家要懂得，学佛不是单单的学理论，我们要学佛菩萨在人间的实际应用。师父为什么对法师这么尊敬？因为法师他们开悟了，他们舍去了一切，他们有家他们没家，对不对啊？他们有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要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学佛人要懂得学会放下。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都是你们弟子应该听的话，学佛人应该懂得学的放下，有五样东西要放下。首先第一样，放下压力，不管累与不累取决于你的心态。一个人觉得很累，因为你心累了，你才会觉得自己很累。如果你心不累，再苦也不累。想一想，这次这么多的义工做了这么多的功德，你问他们累不累啊？看见了吗？不是我说的吧？所以一个人累与不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大家听得懂吗？是心啊。过年的时候大家忙得开心吗？过年了，哎呀包饺子啊，忙得哎呀开心得不得了。实际上他心不累。所以师父教你们的窍门，在人间学佛，首先累与不累啊，要放下压力，实际上你的心开心，你就不会累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师父教你们要放下烦恼。当你烦恼一放下，你的快乐马上就来了。大家听得懂吗？举个简单例子啊，你们很多人生病啊，身体不好，但是呢突然之间呢啊很难过，哎呀想到我可以去见见卢台长，说不定他给我一看图腾说我有救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从他想到这个事情到见到台长这一段时间，他就有希望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放下烦恼。当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，实际上他是心不宁，意不静，心定不下来，所以你的意念才不会干净，所以你才会有烦恼。所以你想开心，把烦恼先忘记。烦恼烦恼，越烦越恼，不烦不恼。师父教你们都是人间佛法，我们学佛不就是为了在人间先学成佛吗？先把人间学成佛啊。第三，要放下消极，明白吗？放下自己非常消极的心情，因为人都会有非常不开心的时候，消极。实际上绝望向左，希望向右，希望和绝望同时存在的。因为你绝望了，你才看不到希望。你要永远看见希望，你就不会绝望，也不会消极。所以心态好的人永远觉得有希望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学佛之后知道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在保护着你们，你们有没有希望？鼓掌的人都是有希望的。我想问你们一句话，绝望到哪去了？没了吧？好了，没了吧就结束了。所以学佛人在一念当中，一会儿可以开心，一会儿可以伤心。所以抛开伤心，因为你没有绝望，因为你拥有了希望，你才会开心。什么叫开心？把自己的心打开，心门打开，接受所有的人的希望在你心中，你这个人才会真正的开心。一个人开心，那不是真的开心，要所有的人一起开心，那你才拥有真正的快乐。
想想看，有多少人家里有钱，弄来弄去亲戚朋友五六个，他再怎么吃他也不开心，他为什么要开 party？ 为什么要聚会？为什么要人多？因为人多了那才气场好，大家都开心他会更开心。所以有时候有钱的人是花钱买开心，而我们学佛的人到处都是我们的亲人，到处都是我们的佛友，我们的心就一定会打开。第四个啊，第四个，人的有一个毛病，那是懒惰。很多人很懒惰，说台长啊，我真想念经啊，我没时间了。啊，我说你时间会有的，等你哪一天住在医院里的时候，你的时间就很多了。你为什么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啊？你为什么等到医院里的时候，很多人不会念经，你知道他等谁啊？等人家来看他，对不对啊？今天吴嫂没来，打个电话，哎呀，我进医院了，吴嫂。哎呦，真的？那我过几天来看你，等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时候你就可怜了。不要进了医院再有时间，要放下懒惰，要立即行动。很多人六点钟上班，四点钟起来念经。你要记住，越用功的人得到的越多，越得的人越不会失，得的越多失去的越少，得的越少的人失去的会越多。所以你能够舍去你的时间，你一定能够得到你的功德。所以舍去我们自己浪费的时间，我们放在功德上，不断地去加深自己的啊佛的对佛的信念，不停地帮助别人做功德，你舍去的你一定会得到，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加倍的给你。最后第五个就是放下自己的狭隘之心。因为人的心啊很小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这个人小气啊，那是真的。每一个人都很小气，你们想想看，过去是不是这样？问隔壁邻居家去借一点麻油，借点酱油，借了之后，好，隔壁邻居过几天要想一个办法把你要回去。隔壁张家阿姨、李家阿姨烧一个菜，烧得特别好吃，问问他，哎呀，您这菜怎么烧的？那啊，就放点酱油啊，随便炒炒，很好。他连这个都不愿意告诉人家，啊，你想想看，人的心胸多狭窄，啊，怀疑、狭隘，心胸一狭隘，人的境界就慢慢的低下。所以要懂得心宽，天地皆宽；心胸狭隘，天地都是你的敌。所以我们学佛之人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心胸宽大，海纳百川。所以菩萨跟我们讲，这些都是道理啊。菩萨说，是年长者为自己的长辈，是年幼者为自己的小辈，那么全世界都是你的亲戚，都是你的朋友，都是你应该尊敬和你应该爱护的人，你哪有什么狭隘之心呢？这就是菩萨的智慧，这就是哲学。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，去爱一个喜欢你的人，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人家本来就很喜欢你。你如果去爱一个爱你的人，你得不到任何的分数，因为他本来就很爱你。你要去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，你一定会学到很多你学不到的东西。如果你去爱一个无缘无故伤害你的人，你就会学到你生命的艺术。